快点！啊！再来一个小花，画，哈哈哈哈哈！挺可爱，涂个眉毛吧啊！啊！好看一点啊！你给你画个猫吧。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别，再近一点。别，玩过吗？没玩过。没玩过。没玩过那种吹的。 哦，这个是这样的，我今天是这么玩的。啊，哦，哦，送给你的。送我这干嘛呀？这不马上情人节了吗？情人节快乐。 主要是想谢谢你，今天在我妈面前替我说话，我知恩图报，以礼相赠。懂事了，仙人掌的意思是，说我美得太过锋利。不是，啊，仙人掌有另外一个花语，是温暖的坚强，和你很像。主要是有人花粉过敏。 仙人掌正好规避了这个风险。好吧，谢谢啊，我收下了。不用。我以后多向赵总学习，争取当个仙人掌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
教学视频呢，我是复习复习。哎，你休息着，你别过来照味儿。真不需要我帮忙，等着吃就行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哎呀，怎么连个围裙都不系啊？哎，别闹，你手不行啊。我来。真的不行。我试试。别，快快快快！哎。做点能吃的东西啊！哎，放心吧，我做的还不能吃。哎，这个我跟你说，哎，妥妥的。别切到手啊！找不到了，你都湿透了，你会感冒的。要不先去我家收拾一下吧。三家开锁公司打电话就没人接。谢谢啊。你不是跟李嫣然约会去了吗？没有，后面找借口逃走了。这么可爱啊！天然呆萌就长这样，没办法。喂，徐总。哎，杨云，工作的事我这边已经出方案了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？我回去见见。赵总，快吃饭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说话不方便？在应酬吗？嗯，不是。工作也差不多快结束了，等我回去之后。跟你一起吃个饭吧。吃饭啊？明天不行啊，这周也不行，包括周末你都安排满了。哦，我这周恐怕不行，下周吧，我提前约你。好，那就到时候再说。来，加点汤，喝，专门给你熬的。你笑得这么鸡贼啊？我有吗？有啊，你再来个鸡贼的笑，更鸡贼的。你才鸡贼。